山枪、水路、阿杜比、老鹰。选举车队扫街经过，民众拿起麦克风开始吆喝。真的没听错，被点名到的全是动物，这到底是要谁去投票？所有的小动物，告诉你们的恋人哦，1月13号，带着你们的身份证、印章，每天不要打猎哦，赶快去投票。支持民众要大家投票当天别去打猎，随信一段口号，印象太深刻，立刻被竞选团队收编。山枪、水鹿、老鹰、小白兔，大家都认识。那阿杜比是什么？阿杜比是谁啊？他去打猎哦。哦，投票就投票了哈。有说服力啊，三枪三猪，他不会让他得到，他就马上回去投票啦。没得打猎，当然就去投票。网友笑说，可爱又有力的口号，原住民很会呢。以后蛇都叫阿杜比，原住民自带娱乐的效果，果然让口号一炮而红，成了最搞笑的催票大招。给我一个口号，吼吼吼！赢啦！记者张春华、洪富仁、林智慧，屏东报道。